哎，啊，好。我上那边看看，我再拍一个。等拍，等我拍的横屏，咱门口那儿再拍嘞。意义就是给客户。这视频不能太长了吧？我弄个几分钟的。没想好看，为啥站起来了要拍一个？我突然想的。不是，我这个不是是个质量吗？是不是下一次产检去军训了？不知道，有可能。